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是不是很奇怪，我脚下堆了这么多杂物？哇，什么鬼，吓死我了！这就是我今天要进行的生存挑战。最近可乐给了我一个数据包，说是看到的方块会随机变换，这可又是一个验证我非洲血统的大好时机呢。大家忽略一下这片奇怪的天空，刚刚开场白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生成了一堆方块。今天我就定个生存小目标吧，搞一套钻石套。可以看到我所注视的东西在疯狂刷新，但现在刷到好东西也没用，想要生存的话还是同样的操作。现在我有了之前岩浆生存的经验，想撸树就好办了，对准边角轻轻松松就能拿下，合成工作台，然后在放下工作台的瞬间离开视线。我管这招叫做 Z 字抖动，其实就是手抖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合成出木镐。现在就差个原石，我们就能挖铁矿了。这里居然刷了一个命令方块，我小心翼翼地挪过去，为啥没法打开？看来作者是故意这样设计的，用命令方块来作弊是行不通的，只能老老实实找原石了。龙蛋都刷出来了，居然没有原石，我还不如往下挖一个呢。 OK， 现在我就差铁矿了，现在我就回地面。挖着挖着怎么变黑曜石了，还有钻石块，我的小木镐可受不了这刺激，这模式要是欧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现在我直接就拿到一个铁块，一下九个铁锭美滋滋，然后再找些钻石矿，还不如直接挖钻石块来得快，一次九颗钻石发家致富。我小心翼翼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里还有一块钻石，这草方块还是很上道的嘛。终于把钻石套做出来了，又挖到一些煤炭，做成火把插在龙袋下面，顺便把龙袋也收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也算是挑战成功了。这个生存造不了房子，弄钻石套倒是挺方便的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